祖母，你敢也记得二十年前来此出家之时，立下宏愿，又调一日合成之后，必定兴趣江南，中团佛法。师父，我当然会记得，这个心愿十年来我一直放在心上啊。为师也一直替你放在心上啊。你是年轻秀红乱世，高枝毕竟要佛法护持。江南佛法依世，为师合佛，缘起以江南安详。如今地狱传法江南，正是对安详上好的回报。既是如此，弟子拜别师父。时机成熟，你去吧。公主啊！主啊，公主，阿你出家十年，好不容易才倒转来，为什么一定要搁去建业城？阿娘姐啊，我出家之初，都一直下宏愿，若是合佛有成，必定要往建业传教。此行回来，我。正是要与你惜别啦，公主啊！阿你敢讲唔知影？即马高枝戏剧当伫在乱啊，又要搁战争啊呢？又搁要战争啊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从我武林一代。了色作乱，太师太守，自称兵南将军，也搁攻打零陵贵阳，岭南诸军即嘛是天翻地覆，家眷不宁啊！恐惊高手也人心浮动，民不聊生啊！是啊，听讲五方孙权已经派二大将军过来征讨，马上就要战争啊！夜里要去建业城，公主啊，我看也是等时局较稳定的，要去才去啦。这，阿娘姐啊，你听我讲。高气乱源来自东吴，东吴首都就在建业。高气虽乱，尚有佛法。
动我动乱，佛法已现。这就是我要去动我建业传法的原因。安尼，你有明白无？我明白啊，恁出家人拢是替别人在想啊，拢无替家己想。出家人两袖清风，一世无争。就算讲去遇到战场上的军队，想来伊嘛是袂为难我。公主啊，阿良姐啊，自从属下老太守的过身以后，咱高州就无安定之日。我不知都要安抚高州的人心，更加都要安抚东吴的人心。所以北上奉法，我是更加应该都爱去。好啦好啦，阿良姐啊，知影讲哦，安怎甲你苦劝嘛是无路用。阿良姐啊，就祝你一路平安。回礼拜别，阿良姐。众生无边。这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啊！修安乡，分有第三代，茶松建寺明代安。中不完，要我世缘的比你更多。
想看卖嘞，伊一个人千里迢迢为高枝来到咱家，不求名利，不求财富，食穿是这尼啊简单，完全拢未想求伊自己的利益，伊只是为着要甲咱讲一寡足好的道理。在这个战乱的时代，安慰咱大家的心，伊是有多位唔对啊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咱要因为无了解伊，就安尼排斥伊嘞？是啊。丈夫大人来啊！丈夫大人来啊！丈夫大人来啊！国兴，国兴啊！哎呀，苏杭德来了，上班了。哎，你来做什么？将锁套开啊！是是是，紧。多谢丈夫大人。国兴。七日又到了，你敢无求得佛陀下你呀？哎呀，我不管啦，就算我喊得拼这条命无碍，也要在风霜加前苦苦求情啊！韩德，今日我当着东吴君臣之面再一出问你，康正会可有救得下你吗？会变皇上也无。哦，康正会想要来我东吴传播佛法，我也不是无予伊机会啊。明伊求出佛陀舍利，已经宽限伊三下七日了。是伊无灵，不能怪孤无依啊！皇兄，哼！皇兄。喊着，老现在，康正会求不得下你，着决心下心顺教。这句话是你对哥所言，一清二楚啊！事到如今，伊求不得下你，哼！皇兄，皇兄。去禀皇兄，康正会求见。哼，算是算康正会觐见。康正会见过皇兄。康正会，你还有什么话通讲吗？皇兄，康正会并非作恶之人，请皇兄开恩啊！皇兄，请唔通为难韩仲叔，民众求不得下礼，决心下心顺教。我并无万言，只有一事，欢望皇兄谅解。哦，江苏之人，还有什么请求？你说吧。多谢皇兄，并且自高起来到建业城，我随心所在。一百组团的佛像，请皇兄巧纳。哦，你这百佛像
定真经看过，你想要传播佛法，安尼好。但是哥也真佩服你的勇气与决心，这把扶枪，哥会留落来。多谢皇兄。来人，将坑金灰。啊哈！啊，皇兄。皇兄。来人，将火枪点开。哎呀呀，火光灿烂，这在无非就是佛陀下礼嘛，皇兄。哎呀，佛陀下礼，妙啊妙啊！皇兄，紧将坑精花召回啊！对，我给你将坑精花召回。就是佛陀下礼嘛，佛陀说话，叫你安慰。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！哎呀，康金辉，哦，不，康大叔啊，你快将佛陀下礼提来一个观看，皇兄，请听康卿一言。凡所有想，皆是希望。哎呦，我不管什么希望不希望，你快将佛陀舍利提来一个观看。六件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哎，光芒不见了！啊，佛陀舍利呢？佛陀舍利呢？各位佛陀舍利呢？你能退下？你能退下去吗？请教大叔，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？大叔，是不是你视线神通，佛陀舍利出现，又搁无看啊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哎呦，大叔神通，我已经相信了，请大叔解释到底这是安怎样啊？皇兄，你认为贫僧有神通？哎呦，我相信，我相信啊！高洪才已经亲眼所见了。六件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哎，
一句话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皇兄，你若真心向佛，并将所会要的神通，我嘛会用个教皇上。啊，真正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叔，有什么通好教我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叔，赶紧教我，赶紧教我！只不过，贫僧会晓的神通，恐惊不是皇上你想要爱神通。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请问皇上，你所认为的神通是什么呢？哦，神通就是会当飞天，心情变化，会当看到别人看袂到的物件，会当听到别人听袂到的声音，啊，会当知影别人所唔知的代志呀。贫僧知影的神通非常简单，一言一笔字，精神集中，心意相通，就是神通。哦，精神集中，心意相通，就是神通。正是，一精神贯注。一起请你唔通搁再故弄玄虚咯，讲袂明白，请大师详细说明吧。贫僧并无故弄玄虚，皇上有何处不解呢？贫僧必定一一说明啦。哎，古仔呀，天眼通。经过修行，会当记住仙佛神鬼呀。明主一文，明察秋毫。譬如皇上地理国情，会当明辨是非，看清世间的道理，多面风雨情。相对记住仙佛鬼神，何者重要呢？古仔呀，天通会当听到别人听袂到的声音嘛？我打坐的时阵，好像就静静，又听到人在耳边讲话啊。哦，所谓逆通，应当是会当去读不清净的言语，以及由此所生的一切烦恼杂念。皇上六令将他人的言语是非转化为正念，感化心民，可谓是真正的天理通啊。那呢，心足通呢，会当逆行十万八千里，无处不可到达啊。真正心足通，那是世间之路。条条皆行得通，世间任何人只要秉持光明正大的心，大人一行即天下无难事，当然就条条道路皆行得通咯。这师父，
皇上赐下这块宝地，闹中取静，却又尊温便利，方便时间。看起来唔免半年，应该就会当建成了。